办完，我说我目前怎么把他状况都一样，然后就医生说好像他时代过去，本来是两，快搬搬完快点啊，搬搬啊快点，然后说快点快点，想到就好了，搬搬完了。可是我做的时候觉得很大，然后我很气的就气那种他们。让人看哪里？有我的那件，气到很多。那。就是后来就是本来通报不是有那个爱心妈妈把他带回来，说要帮他安宁，结果一个晚上而已就表示安宁就把他丢回来，刚刚搬完丢回来就被撞，因为你车子这样走走走走一天这样子还得了，回来这状况更糟啊。是那 kiss 一下搬搬嘛，我那天我就很生气的跟医生说不要帮他安乐死，我说那是气话，不然安乐死考虑考虑没考虑啊考虑考虑啊考虑。